Hey, big family, it's John with the soundstage. Can you bring it in low angle here? Okay, I think that's better. I've just been gazing at my shoes for so long that I think my neck kind of got frozen in place. But anyway, today we're doing a series within a series. There's two bands from the city of Chengdu who recently came to Beijing to give a special performance in cooperation with Douban, the website that helps Chinese artists, musicians, authors promote their own works. Now, this band today is called Sound and Fury, and they are a shoegaze band. As you can see, they've had quite a strong influence on me recently. Okay, get out of here, you're blocking my view.就是想做这种传统的钉鞋，慢慢的去把这个东西玩得更透 shoegaze， 然后就是自赏派嘛。就最早钉乐队都在英国，然后那些乐队可能就是说在台上演出的时候，就不像那些传统摇滚乐队，就是特别的跟这些观众就是互动特别强烈，然后他们可能在演出的时候只是就是低着头弹琴，就是什么不太管，就是说。台下发生了什么，就不会有说嗨你好吗，就是什么，就是没有这些东西，就是他们就只顾自己自顾自的就是弹奏他们自己的乐器，然后可能当时人们看了就是好一些乐评人可能看了这种风格，就是感觉看这些现场感觉他们有些不一样跟其他的传统摇滚乐队，然后好像是就是他们给乐评人这种好像外界就媒体给他定义了一个这个名字叫钉鞋，就是在舞台上看鞋，就是大家都在低头看鞋，就是可能也跟我们就是成员的一些心态有关系，和性格就是也可能有很大关系。其实这都是也不是刻意去强调的，在台上，平常也喜欢就是说各待各的，就是自己就是说有一个自己的空间那样去享受一下吧，就是。然后我们主唱当时就正在，因为他学的就是类似于这种美国文学这种东西嘛。就有这种课程，他那个专业里边，然后就是感觉当时他正在看那些书什么的，就是感觉还他感觉这个名字可能跟这种风格上面有些就有些对比，还有些对就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就是但是这个名字其实他这个跟我们本身的含义其实。就是乐队这个含义不是太大，就是主要就是说它是一个名，它只是一个名字，就是对，只能是一些可能是你听歌的时候一些情绪上的，可能会跟这个喧嚣与骚动就是中文翻译过来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小小的联系。就是我们这次演出是受就是豆瓣网的一个叫公告牌之外的活动的邀请，然后豆瓣网是就是算是现在这边比较火的一个社交网站，但是它和别的社交网站不同的就是它的受众不太一样，它的用户很多都是怎么说，就是大多都是就是因为喜好聚在一起的一个社交网站，比如说就是音乐电影或者书籍，然后我们乐队他们认识我也是豆瓣上发帖认识的，所以就是算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然后他们这个活动就是我们都感觉这个活动就是它就是发掘了很多不在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的这种比较有潜力的乐队，所以说我感觉这是一个就是很好的渠道。